那现在，右三桌变右十三桌。生意越做越大，菜色也越来越丰富。跟焖鸡并称店里三宝的客家焖笋，是刘华柱拿手的客家菜。是用那个阿里山奋起湖的较高笋，它的海拔1500公尺以上，所以它非常的鲜嫩。在这边加上我们的新鲜的鸡油下去，然后再放一些客家的那种食材下去，就非常的甘甜。自家炼的鸡油来煮，更添香气。较高笋很厚实，带有硬色，高山笋吃起来就是鲜甜脆嫩。这是小时候妈妈的味道，我们非常的惊艳。因为我们沿途也看了不少竹笋，后来竹笋居然在房上的香，那种感觉也非常好，做的非常道地，很道地的客家口。要怎么样吃这只鸡呢？哦，我们来是先戴个棉手套哈，是，然后再戴这一顶透明的。是，还不会烫手。是，哦，就是因为这刚烧出来的鸡非常的烫，而且非常的汁都锁在里面，所以拿的时候要小心，戴棉手套，还有一个塑胶袋哦。然后是，是，想吃哪里就拨哪里。啊，想吃哪里拨哪里。脏汤汁，脏汤汁，然后就可以把它拿起来吃。对，哇，太棒了！还有再加胡椒盐。哇，好像很好吃哦，那个汁都一直滴下来，好美，超好吃哦，真的美女，难怪都是专程从外县市来哈、哦，还是常客，而且是常客哈、哦。哎，老板娘，我想请问一下，您可以帮我们介绍那个旁边那一道菜呢？哦，这个是香酥豆腐卷。香酥豆腐卷哈、哦，那给我们客人看一下，是，哇，这拿起来好像是皮脆肉香，皮酥，皮酥肉香，而且油而不腻嘛，这里面是包什么？香菜、肉松、沙拉，沙拉是提味的。香菜提味，而且这据说好像你做这个需要多少时间做出来的手工菜？每天都是手工现包。现包大概花4-5个小时，对不对？对，哇，量大就是是都像假日都要等，是都要等哈。就是我们知道这我们这个生意非常好，大家自家养的放山鸡，新鲜肉质好，让它生意越做越好。每天得一箱接着一箱烤，夏日甚至得烤上满汁才能应付上门的客人。前面10分钟用玩火，后面的20几分钟半个小时用温火，最后时候我们要用我们的鸡油焖出来之后，我们把前面上面水把它油拿起来库存起来用，最后的时候我们把它撒下去，在那个3分钟的时候，它就把可以把整个鸡的皮哦弄得非常的香酥，让它生意越做越好。每天得一箱接着一箱烤，夏日甚至得烤上满汁才能应付上门的客人。它的口感是什么？这就是有酸酸甜甜哈、哦，然后我们是有那个洋葱。是小黄瓜，是下去冰镇的啊、哦，所以它这个就是类似泰式料理，然后我们用炸弹把它包裹。那所以这三个据说也是我们在刘家庄焖鸡的三镇店三宝，太棒了！难怪两个美女那么千里迢迢赶过来，这么有口福。然后我想请问一下，那经营这20多年来，你有什么话想要跟我们网友分享呢？哦，我们一起讲好不好？一二三。公道自在人心，太棒了！就是你们的镇店心得，就是说做什么事情，我们都实实在在用最好的食材、最好的料理，然后用最好的心来给顾客吃，把他当家人一样疼爱，对，用心经营。